我觉得为国争光这件事情是每个选手都会自己想做，一定会想要做，那也会觉得非常光荣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博轩 Anthony Huang。我之前有在 U20 担任过右边翼，那我主要踢的位置也是两边翼的部分。那我之前是在西班牙的维斯卡预备队踢球，在那边踢了已经有一个赛季，那现在回台湾休赛季这样。然后我下一个挑战会是去 NCAA 的 Division 1的大学踢球。就我目前状况来说，我会希望我先进到一个好的职业队，进到一个好的环境里面，然后真的出名了，然后真的踢出一番成绩来了，我希望到时候我再直接进成人国家队，然后我希望我进去是直接以主力的位置，然后是直接可以为球队带来成绩的，一定可以带来进球，不管进球什么效益的，我希望我是以这样的选手进去成人国家队。那至于 U23 的话，目前因为我知道我年纪还够，但是目前可能就还是先 focus 在我自己在国外的发展这样。那如果之后未来可能未来一两年有成人国家队的征召，我觉得我都是会非常愿意去为国争光。